蟑螂在里面游泳。哦。B 的选项是有个婴儿必须在水里才能够生存哦。那 C 的选项是有个沉在水里的石头河豚。那 D 的选项是有个大型的这个蛤蜊，就蛤啊哈，有眼睛、有鼻子和耳朵。这个最恶心。哦。你觉得哪一个放在水族箱里面你会觉得还蛮恶心？真的，我要选 B。好，有个婴儿必须在水里才能生存哦。来，我选 A 蟑螂。好，维安老师，我要垃圾。好，那我也选 A。好，我选 C。你选什么呢？我当然选那个垃圾，还有点恋人，那超恶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立刻吃，立刻就。在我就跟我同学说，我肚子真的很痛，然后我就。因为厕所有人，一面吃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啊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要去厕所的时候，在等那个人的时候，就等，对，就是在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就你也出来了。